停下，停下！跳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副体内的地球之源失控了，可能会发生爆炸。红剑，快住手！哼，难道就这样看着吗？对不起，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大副不是冷冰冰的机器，一旦意识苏醒，是不会再受系统控制的。这么说，大副体内的能量不就是应该靠他的意志来控制的吗？对呀、我马上打开大副身上所有的能量锁。你是想让大副依靠自己的意志战胜他体内的能量吗？虽然有点冒险，但成功率不小。是我低估了量子生命体的智慧，一定还有办法。局长，大量的交通工具正在变成机甲，又是那个量子生命体在搞鬼。国公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找到量子生命体的系统漏洞需要时间。时间不是问题，总会有转机的。人类至今已战胜过很多灾难，这次一定也能平安度过。没错，虽然不知道传奇何时出现，但我们人类不怕。国公，交给你了。这事儿我可管不了，只能等他自己睡醒了。跳跳，不好了，外面好多汽车变成了机器人，正朝你们那边去呢。得呼叫芳芳了。是梅林呀，我都快烦死了。西伯资源厂让我写一份资源损失报告，人家最讨厌干这个了。立刻使用惊雷系统，把暂停运行代码发出去。是。是。星空，立刻停止制造机甲。
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请下达明确指令，让机甲停止攻击。指令不明，无法操作。该死的量子生命体！干得好，星空，继续，继续。是。给你们来个完美的转身！你弄脏我的衣服了！头，暂停命令起作用了，指令对他们无效，至少可以阻止一些。继续优化。是。大夫，快点苏醒啊！芳芳和红剑快顶不住了。可是大夫还没有苏醒。这个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们。小猫为什么一直昏迷？小猫昏迷是神经系统受到损伤，不如你试试。谢谢你梅玲，我这就替大夫修复。你有什么感觉吗？好像有了透视功能。这可是我有意为之哦。现在我需要对你的速度、跳动力……来不及了，芳芳他们有危险。动力没问题，速度也没问题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哈哈，因为透视眼，不过我还不太适应。红剑，别沮丧，你升级之后一定更厉害。那张旋转实在太美了，如果上不了电视就可惜了。哦，这就是转机吗？也许吧，我不了解你们，但还是感谢。我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么说这次星空的行动是因为那些神秘机器人的升级？是的，也多亏了他们，
可那些神秘机器人，文倩，在量子生命体的威胁面前，任何地球上的存在都是我们的朋友，起码暂时是这样。局长，我明白了。这是智能引擎测试台，还有大风洞实验台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刚刚的战斗数据显示，大副身体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地方。跳跳，我们一直待在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谁在里面？快出来，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。吵什么？欧阳局长，有人在里面。这里就交给我吧，你们去其他地方巡逻。可是执行命令。是。欧阳局长，嘿，放心吧，这里属于我们了。哇哦！这个感觉太棒了！谢谢你们，现在的我可以打100个。要再检查一下护甲才行。敌人也在不断变强，你要小心哦。我是绝不会退缩的。绝不退缩。哇哦，终于搞定了。千万别眨眼哦，超级脉冲枪实验即将成功。能量超出临界值。怎么回事啊？能量超出临界值。还好我的升级没有交给小雨。失败乃成功之母，下次我一定能成，一定。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好查看的？敌人又不会再来这里。喂，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认真听人家讲话？俗话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收集到敌人的残骸和武器破坏留下的痕迹，跳跳才可以推测出附近有人类。这里简直一团糟，那些神秘机器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唉，又要加班了，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。他们说的是我们吗？哼，早就警告过大副那个家伙不要淌人类的浑水。我们可是肩负着拯救地球的使命，大事业总是会被人误解。暂时无法潜入攻击点，先探查出了情况。附近的朋友们，有谁可以听到我吗？爸爸，那个神秘机器人又来了。快跑，他的脾气太暴躁了。初级防火墙生产完成，即将进入升级程序。很好很好。你在耍什么花招？缺失升级材料超资，升级程序暂停。少跟我说废话，给我抢去抢。少什么就抢什么。已经发送了1000多次隐藏呼叫了，星空还是没有回应。继续呼叫，只有通过星空才能搞清楚掠夺的行动。头儿，星空真的还会接受我们的指令吗？之前星空多次给我们发出过预警信息，现在只能相信他。头儿，头儿，那些机甲又有动作了。背部装甲情况正常。大副，54广场出现无人机。来得好，正好试试我的新招式。不见，54广场出现无人机。等等，立刻，等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
大叫，红剑这个家伙在搞什么？升级。